那我们现在呢做了一个新的设计，是这个十字架，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十字架呢，就是这是黑钻，然后我们就用黄金，用三条线，然后就是一个小的耶稣十字架，这是耶稣的宝血，然后走一条路呢就到那个黄钻，这是上帝天，是那个万王之王。